勤耕与读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凡事自然就好。观念，如果思想不在一个高度，不必相互说服，只需互相尊重。如果三观不在一个层面，不必相互指责，只需互相包容。执念，有时候伤害我们的不是人和事，而是我们的执念。伤害我们的人和事本身并没有什么，你受伤的程度取决于你对这件事情的态度。你重视你就受重伤，你轻视你就受轻伤，你无视你就无伤。你执念有多重，你受伤就会有多深。因果，一个人过分地伤害别人，最后一定是伤害自己。每一句难听的话，迟早都是回头的箭，一定是射伤了自己。今天小雨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希望你会喜欢，也欢迎您留言一起分享您的小情绪。请帮忙订阅、点赞和分享，谢谢您。